天可能是过来捡漏，然后价格真的是比平时我们在超市的那个价格的话低了，等于打了四折。很柔软，很舒服，比较适合于老年人用。哎，我们现在都卖完了，没有货了，还有很多人要。日用品，还有买了吃的，因为这个饼的话呢，我们比较喜欢吃马来西亚的，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饼还不错。昨天买了一部分了，然后今天又来了。嗯，昨天匆匆的没逛完，今天再来逛一下。都买了啥东西啊？第一个先看了麦饭石的锅，我以前也比较喜欢这个麦饭石，今天特别来看一下。我们就是对这个食品啊、厨房啊、家居啊、服装啊感兴趣。一个是买了一些食品，另外买了一些进口商销售的东西，你比如像买了这个，买了一个这个按摩器，有奶粉，有那个咖啡，没别的，好几个人呢。怎么样？感觉今天逛的挺好，挺好。之前有来逛过吗？小伙子，逛过，去年来过。啊，今年跟去年比有什么不一样？对，这样还要丰盛点。因为我们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消费会嘛，也没有经验，我们还算胆子大的，带了那么多东西过来，也没想到这个市场还是很好。哎，我们现在都卖完了，没有货了。下一届消博会还来吗？下次有机会我一定来。普通观众的这个开放日啊，人潮汹涌，我们就是一波一波的。我的同事到现在还有没有吃午饭呢？就是我们一直在忙碌，人很多，人很多，所以我们还是感觉到那个咱们消博会的这个热烈。对下一届会不会再来？会有什么期待？一定会的，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消博会，我们相信我们还会参加到第二十届，以后的消博会我们都会来。